都不是这种的。一池极品火焰。仅供观赏，这些都不卖的啊。大翅膀、小翅膀、宽纹，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宽纹的。宽纹。蟒纹吗？嗯。太漂亮了，最漂亮我觉得是这个，真的是满堂红。那个肯定最漂亮了，人家出的8800我没卖。这个？嗯，这只漂亮，这只。嗯、这只？这只啊。其实要够红，整个红完就换完壳，红完就很漂亮，很得价了。红不红无所谓的，不要看那个，有些龟啊它不红了，不红可能比红的还贵。嗯。目前发色最好的就是这只了。那个小苗出来就是红的。是吗？苗子就是好的，它是天生的。再脱一次壳，那么它不像这种的，它苗也它上面还是。再换一次壳就完美了。嗯、这只说实话，它把尾巴可以给它们咬的，不是啊。那就拿来做种呢，要做种了。哎呦，有点沉浮的哦。是啊。小翅膀。嗯。大翅膀。换了壳就，啊，这就是人家说的大宽纹、大马路、八车道，这比把红的都没朋友啊。嗯。这些，现在这里都蒙起来了。它这些纹全都是上顶的，这些纹全部都是上顶又连起来，这样上顶又连的，全部连完的。嗯，我现在看不出来而已。这种就是蟒纹的了，到处都是蟒纹的纹路。这个就可以配刚才那个，这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配不上，配不上啊。这个比那个血还不一样。这个也红啊，你看。这个红的。一般那么红。这个红它跟那个新血统不一样的，那个不红。这个有配，这个也是很漂亮的。配完壳。一般够红。这个这种它以后配母的配出来全都是大宽纹，宽纹的一般也都是等性遗传啊，一般遗传分不多。
它是走另类的，就是专门要它黄，嗯，另类的。这个要不要隔开来养会好一点？头尾，嗯，头尾也不一样啊、哦。这些全都是对称的。